我是 BBC 电台的记者，我就想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志雄。张志雄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普通话来到这个故事，而不用广东话呢？因为呢，我们身为中国人呢，要多些学普通话啦，同埋要学多啲普通话都有啲益处嘅。咁既然讲普通话咁好，咁你平时嘅普通话系咪都喺全班都可以数一数二呢？系啊。你普通话咁叻，咁系老师嘅功劳啊，定系父母嘅功劳？父母同埋父母同埋老师都有功劳嘅。咁你其实见你普通话咁好，其实你咪都好热爱中国文化呢？系啊。好啦，多謝曬你嘅訪問啊，唔該。BBC 電台記者林偉聰報道完畢。